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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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看课本第一页啊，上次讲到无产品啊，这个记啊，刀立天主，然后这个因为啊命尽啊，然后要到这个陶家的这个驴子上。啊，然后身为驴子，然后他后来啊，那么这个皈依佛啊，然后又回到天上，然后底下啊，就世尊用偈颂来讲啊，我们来看这个偈颂，他说：所行非常为心衰法，夫生则死，此灭为乐。那法句经它基本上是佛是说法，那么用一个句子，那这个句子在说明佛法的一些道理啊。那这里是在讲无常的道理，那无常就是主要针对我们生命的无常啊。那所以他说所情非常啊，这里讲到说人的生命，那么所行非常一般就是佛法里面叫做诸行无常。那诸行无常它主要是在说世间的一切现象它不断的在变化啊，那么包括人的生命也是刹那刹那的在变化啊。那世间的变化一般我们把它叫做生住意念。那从有情的就是从生命本身来看啊，他就有所谓的生老病死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从山河大地来讲啊，无情的世间来讲，那么他就有所谓的成住坏空啊啊。所以他这里就说所行非常啊，其实就是说世间的一切啊都是无常的，世间的一切现象那么都是无常的。那么是所谓的心衰啊啊，就是有生灭，有生命的现象。从人来讲啊，有生必有死啊。那在生死之中啊，会有非常多的痛苦。那么只有这一种生死生死不已的状态消除了，那么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所以他又这里讲啊，譬如陶家颜值作器啊，就好像啊，那么在做陶器的啊这个人家啊，那么用水跟泥啊，那么制作陶器，颜值就是用水跟泥来制作陶器。那么不管怎么样啊，那么这些陶器终究也是会坏掉啊。那像这个故事里面啊，那么这些陶器坏掉，那主要是啊被这个驴踢坏掉啊。那说人命也是这样啊，也是像这样的无常。那么天地士听到这个偈啊，听到这个偈，那就知道啊这个无常的道理啊，就知无常之要，知无常之要啊，他就是知道了这样的一个道理。达罪福之变，达就是通达啊，那么罪福之变啊，其实就是罪基本上是由恶业所成啊，福是由善业所成。那我们要了解一个道理，就是一切生命三界六道都依善恶业来分，一切生命三业六道三界六道依善恶业来分上下
啊，比如说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欲界里面有六道，欲界里面有六道，六道里面有三善道、三恶道。那三善道过得比较好，三恶道过得比较苦，啊，就是有苦有乐，就是我们叫做有福有罪。那享福多的基本上是善业多，那受苦多的基本上是恶业多啊，所以这些叫做罪福之变啊，就是因果的变化啊，了解这种因果啊，那么这一些基本上啊，那么都是因为有生死啊，有生死心衰啊，就是生死，那么生死的根本啊，生死的根本是什么？生死的根本就是我见我爱啊。那轮回主要的原因是业，一切众生依业轮回，一切众生依业轮回。那如果从众生类来讲啊，那这个凡夫啊，因为众生又有分凡夫跟圣者，那凡夫的话是以福报来分。啊，比如说天人，一样是升天啊，有的做天王啊，像这个第四天天王，福报就大一点啊；做天子啊，就天王的儿子，福报就差一点；做天人啊，人民啊，福报又差一点啊。那是天跟人来比，天的福报又比人好啊，所以啊，凡夫基本上是以福报来分。圣者是以智慧来分，那圣者的话啊，比如说声闻、辟支佛啊、菩萨佛啊，那声闻里面啊，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那出果的智慧就比二果差一点，阿罗汉的智慧、四果的智慧就比三果啊更高一点啊。那所谓的智慧，基本上相对的就是他的烦恼少一点啊，就是。出国的烦恼啊，跟恶国的烦恼，恶国的烦恼跟三国的烦恼，三国的烦恼跟四国的烦恼比较起来，那么出国多一点啊。但是如果出国的烦恼跟凡夫圣者的烦恼跟凡夫比较起来，那凡夫叫做具夫众生，就是说具足一切的烦恼。那圣者没有，圣者开始有断烦恼啊，已经断除少数的烦恼了。比如说出国，他都断了三劫啊。就是身见戒禁取已，他已经断了这个三个烦恼。那这三个烦恼在凡夫身上都是有的，凡夫具足一切烦恼，所以从众生来讲，凡夫依福报来分啊，那么圣者依智慧来分啊。那这里讲到解心衰之本啊，就是生死。如果你能够了解生死的根本啊。然后尊极灭之行，尊就是尊行，就是你能够修解脱道啊。极灭就是涅槃，涅槃的意思基本上啊，就是不再有生死轮回啊，不再有生死轮回。所以这里的就是说，如果啊，他说第四闻记啊，那么这个第四天啊，知道了这个，听到这个记诵，知无常之要。啊，就是了解啊，世间是无常，从无常入道。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人，那么如果不知道世间无常，那么他不太会有那一种想要修道的心呢。啊，他认为啊，这个幸福会长长久久啊，那通常不太有修道的心啊。这个我们举个例来讲啊，比如说。啊，古代的人都知道，那么生命其实很快就变化了，很快就变化了。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苏东坡啊，他写了一个词啊，他的词里面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啊，那么基本上也是讲这种时间的变化很快。那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返。”啊，那么这种也是讲时间啊，那么变化非常的快。那
基本上虽然是这样啊，但是一般人包括早期的中国并没有所谓这一种解脱的概念啊，他有升天的概念啊，所以比如说像秦始皇啊，他要长生不死或长生不老，那长生不老要怎么样得长生不老呢？啊，就求仙丹啊。那所以基本上他们在中国早期没有这种比较说啊，虽然也有仙道求仙的啊，但是实际上他只是生命延长一点而已。从佛法来讲，没有长生不死这件事。只要有生，就一定会有死，所以佛法没有长生，也没有基督教的永生啊，而只有什么无生。所以你只有悟到，你只有无生，你才不死啊。所以你必须去求无生之道啊。所以圣者他叫做得无生法忍啊，就是你体悟到了这个无生法。这个时候你才有确定解脱啊，那么这个涅槃就是无生法啊。世间的一切现象是有生有灭的，从有情身上来说啊，它就是生老病死，有生就有死，生跟死之间一定会有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老病死老病这些种种的痛苦，所以你必须没有生死，你才没有受苦。必须要没有生死，才没有受苦。那么这个我们就叫做超越轮回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多数的人其实都是知道无常，但是了解无常，很多人就观念不一样。一个人，有些人知道无常，他是什么？及时行道。因为无常，我要赶快修行啊。那么在无常还没来之前啊，我就要超越这个生死。一种是知道无常啊，时间不多啊，这个年轻不要留白啊，趁着生命还在好好享受，他是及时行乐。所以世间有两种人啊，他们了解知道无常跟不知道无常，就是你看见无常跟你根本就不在乎无常的啊。那通常啊，那么你知无常的人，他也不一定就会修行啊。知无常啊，了知无常的人啊，他有时候啊，即使世间的人他是即使行乐。那么聪明的人啊，他就即使行道。修什么道啊？修解脱道啊，解脱这个生死无常啊。所以他这里在说尊无，这里在说到这个尊极灭之行啊，就是了解这个世间的无常，那知道人有生死，生死中会受种种的苦，所以啊，那么必须赶紧的修解脱之道啊。那因为修解脱之道啊，他这里欢喜奉受得虚陀洹道啊。如果你那么依这个佛说的解脱道，那去修行，那么可以啊，可以得解脱。那这个虚陀洹道是出果见法。就是一般来讲啊，四果啊，声闻啊，声闻解脱道，解脱道的话，它基本上啊，解脱就是解脱生死轮回，解脱生死轮回。为什么要解脱生死轮回？因为生跟死之间会受苦，会受种种的苦。因为我们会造种种的业，一次又一次的受苦，一世又一世的受苦，这个就是轮回啊。
那么只是受苦的时间长跟短而已。那么有生，有生必有死，没有那个生而不死的，没有，除非不生，那你才不死啊。所以这个解脱到底下啊，那么从圣者来讲啊，就必定会解脱的啊，出果须陀洹，就是这里经文说的须陀洹。那恶果啊，叫做斯陀洹。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啊，那么这里基本上它就是圣者，这里开始就是圣者。那须陀洹基本上是断三劫，我们如果来讲啊，这是出果是须陀洹啊。如果他断的烦恼来讲，他是这样啊，出果是断三劫，恶果薄贪嗔痴，就是他跟凡夫不一样了。三果是断五下分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啊。四果是断五上分解，那么三解，这里所谓的这个都是烦恼的意思。这个的三解是指身见、戒禁、取疑。身见就是我见，身见。戒禁取见，跟疑。好，我们先来解释这个东西。身见就是我见，所谓的我见就是以色受想行识为我，这个我有一个我的概念啊，以色为我。那通常这个我见底下分两种啊，就是常见跟断见。所谓的常见就是这个五蕴身之外，我这个五蕴身之外，我这个身心之外有一个灵魂，身心之外啊有一个我，就是灵魂啊，一般我们说的灵魂，有一个不灭的啊，有一个不灭的我，身心之外，这个身心佛法把它叫做五蕴。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之外有一个我，这个是我，但是有一个真我，有一个真我，我们把它一般叫做灵魂啊，有一个真我在里面。所以这个身心死掉了之后，那个真我还在，不会消失，也不会改变，那个叫做常见。另外有一个就是这个五蕴身心就是我，这个五蕴身心就是我。所以这个无蕴身心老了死了之后烧成灰了，我就不在了，就没有我了，没有灵魂这件事，有点像就是一般现在讲的所谓唯物论啊。那么人之所以有感受，那只是一种身心反应而已啊。之所以有爱心、有悲心、有嗔心，那个只是身体的反应，就好像电流会产生灯光啊，那个光是看不见、抓不到的，那个不就是电流产生出来的现象而已，没有真的，没有真的在电流之间有个光这个东西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感受，我们的这个想法、思想，不过就是物质产生的一些现象而已。那么这个叫做断见，断见就是我这一生死了之后，我就不存在了。那么常见是这个身心之外，有另外一个我在，真我。那么从过去到现在，它没有改变过。那么我们生死不过就是换一套衣服而已啊，今天穿男的，明天穿女的啊，今天换一个黑皮肤，明天换一个黄皮肤，今天
有带毛带脚的做动物啊，那明天没有啊，就是换这一生每一生再换。那么但是换来换去，那个里面那个真我不变，那么这个就是常见。所以我见里面基本上分这两种，那你把这种身见断掉了，你要解脱必须要断身见，就是我见。所以真的要解脱啊，那么要必须要断这种概念。那怎么断呢？你就是去观察，观察这个我到底是什么啊。那这个比较深一点点。好，那么借镜取见就是啊，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就是你这样的方法借镜取，就是你这样的方法并不能得解脱，那你以为是解脱啊？这个我们要稍微讲一下，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因就是解脱因，这样的方式并不能得解脱，那你却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得解脱。举个例来讲啊，比如说苦行，佛陀时代有很多苦行外道，他认为一直受苦，这一生一直受苦，来世就能得解脱。但是受苦也不能得解脱，学牛吃草，学狗吃大便啊，那么一辈子举一个右手啊，他们把头埋在沙里面。那再举例来讲啊，比如说啊，印度人他有习惯啊，那么在恒河里面沐浴，那认为在恒河里面沐浴，我们所造的罪就会消除啊。那这个从佛法来讲也是非因即因，你的罪是从你的心造的，所以必须由你的心去忏悔，而不是用那个所谓圣水那么可以去除你的罪啊，没有这种事。那这种就叫做非因即因。那非果即果就是说，你这样的境界并不是解脱，那你却认为你这样的境界就是解脱，就是你修到这个境界其实不是解脱，那么你却认为你现在这个境界就是解脱。在佛陀时呢啊，那么有一些修禅定的，他到了这个初禅、二禅、色界的定，或是到了无色界的定，到了非想非非想啊，他就觉得他解脱了，他就认为这样就是解脱，你修到这个境界就是解脱，其实不是，这样的境界还不是解脱啊。那么这个你也要断除，要不然这个方法不能解脱，你一直用这个方法要得解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去海里面煮沙要炼油，沙里面根本就没有油，你用一顿的沙都炼不出一颗花生的油啊。那么所以这个方法你用了一百年，你觉得沙太小，沙太粗要细一点，你觉得火太小，火要大一点， 火怎么大，沙怎么细，沙怎么多，都炼不出油。为什么？没有，因为沙本身就不含油。那么你这个方式要去得解脱，它不是解脱的因，你一直用这个方式，那么要去得解脱，那这个就是错的。比如说我们要增加福报，那增加福报你不是去求观音菩萨，不是去求阿弥陀佛，不是的，你要修善，你要布施啊，那你要持戒啊，那么你要忍辱，你这些是善因，世间的善，你要修这些，而不是买水果啊，那么去给菩萨吃，那菩萨看我可怜就给我一些福报。早期我们的观念叫做天官赐福，我们的福报是要向上天祈求的，那么如果有灾难，那是天上的天人生气了，所以要怎么样？要透过祭祀让天人不要生气，让神不要生气。那这个观念其实是错，这个观念就是什么？就是借镜取见啊，就是说你用了错误的方法，那么得不到正确的结果。那么解脱不是你念个解脱咒啊，或念个解脱经可以解脱啊，不是这样子的啊，而是你必须知道人为什么解脱，就是解脱生死，人为什么有生死，那么你必须了解那个因。那因是什么？生死从哪里来？从我见我爱来，执着有我，执着有我
啊，那这个是根深蒂固，不容易去除，所以一般来讲，要不断的练习，那么了解什么是我见啊，那么你才有办法得解脱。那像这里讲啊，这个天地是读了这个偈就解脱，没那么快，他必须要知道缘起四谛的道理，这个只是简单说。啊，并不是说佛就跟他讲了这个偈，然后他看到世间无常，他就解脱了，还没那么快。他必须从无常里面，知道无我。如果他没有从无常里面知道无我，他也是不能得解脱的。啊，他就证了出果啊，其实是这样。那么这个，然后第三个是疑，疑就是什么？疑就是对于四谛有疑，对于佛法的正见啊，你不能，这个是错误的观念。你必须去除错误的观念，你路走错了，你怎么走不到？为什么？应该往南，你往北，你就走一辈子，你也走不到那个地方啊。那疑就是对于四谛不了解，四谛是苦集灭道，那么苦就是最重的苦，就是轮回的苦啊。那么你要去除轮回的苦，你必须了解为什么人为什么会受苦？人为什么会受苦？因为有业。那为什么会造业？有善业，有恶业。善业就受苦，恶业就享福。那恶业就受苦，善业就享福。这里说的罪，罪就是遭罪啊，就是你会受苦。福就是你会享乐福乐啊，罪苦跟福乐啊，那这里是讲罪福，罪苦啊，那么福乐，那你必须了解罪从哪里来，福从哪里来啊，那么基本上就是一业，那业是从烦恼来，所以我们叫做惑业苦，起烦恼造业，然后就怎么样，就受苦。那么一业就有什么？有生死，生死不断的生死就叫做轮回，生跟死之间就有苦啊，基本上是这样，佛法是这么说的了啊。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苦生死从哪里来，生死的因就是我们有生死这件事，你必须要确定。第一个，我们是有轮回的，我们是一业来的，一业而轮回的。那么在生死之间，我们不断会受苦。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一生，单单我们记得的就有很多苦。那么这些苦都是怎么来的啊？都是依业、依烦恼来。那烦恼为什么会起呢？就是我见我爱啊，这个比较深一点啊，这个我们以后慢慢讲啊。那么你要把它灭除，就是你要不苦，要把这个苦灭掉。要把轮回生死轮回这个苦灭掉，你必须要修道。那么这里的道基本上就是解脱道，你要有出离心，修解脱道，你才能够灭轮回的苦。那么如果你要灭三恶道的苦，那么你必须要有真上身心。真上身心就是我这一世。我下一世要比这一世好，啊，我下半生要比前半生好，啊，就是说我未来要比现在好。那么你必须要发这种心，然后怎么样？然后修善，持戒修善，那么你就不会堕三恶道。佛法，我们这个世间的佛法基本上第一件事，让我们不堕三恶道。三恶道是什么？地狱、畜生、恶鬼，你只要堕了地狱，或是你做畜生，或是你做恶鬼，那么你大生命的多数时间都是在受苦的。如果是地狱，100%受苦，没有不受苦的时候。如果是畜生就不一定，畜生也有福报的。鬼，多数的畜生。都是受苦的时间短，那受苦的时间长，不受苦的时间短，啊，那么有一些福报比较好的，也有一些福报比较好的，但很少，不多，90%的畜生，多数
多数都是常常在受苦，啊，那鬼道也是，鬼道比畜生好一点，但是受苦的时间也长啊。你看那是恶鬼，都没有得吃啊，那个咽口鬼啊，吃东西吃进去，火就会化出来啊。那个不是说你跟他练什么甘露水真言，他的火就会没有，没有，没有，业报所成，即使你跟他念咒，你也除不了他的苦。啊，那个要等他业，等他业苦受尽了，等他苦受尽了，他才会再换另外一种形态。但是，就是他的苦受尽了，他可能再来做人，那么还有余报，那么还要看他有没有修。有修的时候，他才不受苦；没有修，还是会受苦。所以三恶道的苦，三恶道的苦，是一般我们学佛的人第一个要避免的。那你说我要怎么样避免我未来堕三恶道？不是你天天拜地藏菩萨，啊，那念那个灭定业真言，啊啊，那么你就可以避免？不是，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说，你要不堕三恶道的苦，你要怎么样？因为我们会受苦，不受苦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业，所以你要不堕三恶道的苦，就是要不造什么三恶道的业。你只要不造三恶道的业，你就不会受三恶道的苦。你从来不吃牛肉，你绝对不会有狂牛病。为什么？吃狂牛病是那从牛肉里面才有的嘛，你不吃牛肉哪来得到的狂牛病啊？不会有这种事。一样，你不造三恶道的业，你就不会做受三恶道的苦。那所以他会先世间正见，第一个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是要避免你堕到三恶道。你造这些业，你就可能堕三恶道。地藏经最主要就告诉你什么样的业会堕三恶道。你不要以为你造了三恶道的业，但是因为你有地藏菩萨可以靠，所以万一不小心掉下去，地藏菩萨会把你拉起来。千万不要这样想，千万不要这样想哦！不要以为你拜地藏忏、念地藏菩萨，然后你堕三恶道也没关系，没有，没有办法。你真堕三恶道了，要起来也不是地藏菩萨拉你起来，是你自己忏悔。那一般已经堕下去就不容易起来了，一定要业报受尽，业报受尽才可以啊。所以佛法的第一关，基本上会放在怎么样让你不堕三恶道，这是第一个。那么不堕三恶道，你就在人跟天的这个平台上，人天是比较可以修行的啊。如果你不是做人，不是升天，你闻到佛法的机会很少。即使闻到佛法，你能修行的这个力量、心力也没有，也很少，很难很难。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但是一般来讲很难。所以佛法基本上都告诉你，第一个怎么样不堕三恶道。那除了不堕三恶道之外，如果你没有佛法真正的道理、正见真相的话，你没有正见真相的话，正见真相，你什么时候要堕三恶道？烦恼一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做了再说。业已经造下去，成熟了，你就很难不堕三恶道了。所以你一定要培养正见，让你不管在什么状态下，你都不会去造三恶道的业，这样才可以确保你在这个人天的基础上一直往上。那么正出国的人，他断了这个概念，就是第一个他没有我见，没有身见的人，绝对他已经是圣者，他不会再成为凡夫。那么他之所以能够断身见，主要是因为他没有错误的修行观念跟修行方法，而且具足正确的修行观念跟修行方法。次第就是正确的修行观念跟修行方法，修行次第，修行理论。那么
这个是错误的修行次第跟修行理论，啊，他认为，啊，他认为我们一直受苦，苦尽就得解脱，啊，或是认为我这个心都不动了，到了无色界定了，心都不动了，那个就是解脱，啊，这样的观念是错的，啊，那么因为你执着这样是对的，所以没有解脱，你以为解脱，等到生死再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啊，原来没解脱，啊，那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那所以这个是。出果断的三种观念上的错误，一般我们的烦恼分两种，一种就是观念上的偏差，观念上的错误，那么一种就是比较属于情绪、情感上的、行为上的偏差，那么基本上就是贪啊、嗔啊这个，那这个叫断三结，断三结之后，断三结之后，第二果断三结之后，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不会堕三恶道，而且决定会解脱。还没解脱，但是决定会解脱。还没解脱哦，但是他决定会解脱哦。那所以最多七次做人升天，做人升天，他一定会解脱啊。这个是初果，就是这里讲的虚陀洹。那恶果的话啊，就是他的贪嗔痴很薄。你看圣者哦，正恶果还有贪嗔痴哦，还有贪嗔痴，这个也有，这个只是观念上错误而已，他没有断贪嗔痴哦。他只是断疑、断身见、断戒进取哦，他一样有贪嗔痴哦，所以他已经了解了，所以他开始就是控制烦恼、调伏烦恼，他就是做这个事哦，就是他生气，他起嗔心，他马上知道，他就把他的嗔心控制起来；起贪心，他知道，他控制他，他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断除哦，还没有，所以。你不要以为圣者都是没有烦恼，有啊，圣者也有烦恼，但烦恼没有那么重，烦恼的时间没那么长，烦恼的次数没那么多，烦恼的程度没那么重，不会烦恼起来要杀人，不会烦恼起来几天睡不着觉，不会这样啊。那么这个是薄谈层次，到了三果啊，断五下分解，所谓的五下跟五上啊。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五下，下是指下界，上是指上界。啊，我们就因为这里讲到出果，我们就顺便把这个东西讲一下啊。那么一般来讲，三界，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啊，色界。无色界，这个叫做上界，这个叫做下界。那上界是因为我们欲界叫下界，就分两个了啊，这在我们之上，所以这个叫上界，这个叫下界。那下界五种烦恼啊，就是这三个三解啊，身见、戒、禁、取、疑，身见。戒禁取戒，就是一般啊都有的戒禁取戒，这是啊，然后疑断了这三结，然后再断什么？再断贪、欲贪，再断欲贪跟嗔啊，这个叫做五下分解啊，疑，然后欲贪、欲界的贪，然后嗔。嗔跟欲贪是连结在一起的，欲界最出众的烦恼就是欲贪，欲贪不成就是嗔，啊，贪是贪爱，啊，就是我爱的部分。那么贪爱有分，啊，上界的贪跟下界的贪，下界的贪叫欲贪，上界的贪叫做色贪、无色贪，啊，其实是这样，但他把这个断掉了，啊，所以叫做五下分解，就是。下界的五种烦恼，下界的五种烦恼，身见、戒、禁、取、疑、欲贪跟嗔，主要是断欲贪跟嗔，因为出果已经断了，这个已经薄贪嗔痴了，薄贪嗔痴，所以他把这个五下分解断，五下分解主要是欲贪跟嗔，就是断了欲贪跟嗔，然后再加上前面的三结叫做五下分解，啊，那到四果的时候。五上分解就是上界的，上界的是什么？色贪、无色贪，啊，其实是这两个。
然后再加上就是色贪无色贪，再加上什么调举慢无明，色贪跟无色贪，然后再加上调举慢无明啊，我们写在这里啊，色贪无色贪，然后调举慢无明，这五个烦恼，然后就证阿罗汉了啊。那证了阿罗汉会怎么样呢？啊，无明。好，那么基本上这个叫做五上分解，就是上界的五种烦恼啊，他把它断了。那这个断了之后就没有烦恼了，阿罗汉就断尽一切烦恼，断尽一切烦恼就怎么样？主要是什么？主要就是解脱，就是他不再有生死，叫做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啊，就是未来不会有生死啊。不受后有，就是未来不会再有生死啊。那么这个是阿罗汉。好，那这里讲到啊，这个第四天啊，听到这个无常的这个道理，那么就通达啊因果啊，那么了解啊生死的根本啊，然后就去修解脱的啊。解脱之行啊，这涅槃，极灭就是涅槃的意思。那涅槃就是可以断一切烦恼，离一切苦的啊。那么从他这个极灭，基本上就是他不会再有生死之苦啊。那么可以，那你要不受生死之苦，那么你必须要断一切烦恼啊。那所以他说，欢喜信受得虚陀洹道。那说这个第四天啊，得到出果啊，那这是第一经叫做无常品啊，无常品。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接着底下啊，这个底下它有，其实它是无常品里面的啊，这无常品里面有很多。那这个是第二个故事啊，第二个故事，他说以前。啊，佛在舍卫国的精舍中，舍卫国的精舍叫做奇眼精舍啊，有时候叫奇树几孤独眼精舍。这个奇是指奇陀啊，奇舍卫国啊，佛陀的两大护法啊，也是两大精舍啊，一个在摩揭陀国，一个在乔萨罗国啊。摩揭陀国，啊，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摩揭陀国是王舍城，首都是王舍城，国王啊，国王是频婆娑罗王，皇后是韦提希，频婆娑罗。啊，这个是国王，国王是频婆娑罗，皇后是韦提希。啊，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熟。啊，那它叫做摩揭陀国，它的首都在王舍城，王舍城有盖一个精舍，叫做竹林精舍。这是佛陀的第一间精舍，最早的精舍啊，竹林精舍，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好了，那王舍城附近，另外有一个也很有名，叫做灵鹫山啊，也是在附近。那么另外有一个叫做乔萨罗国啊，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乔萨罗国。乔萨罗国有一个乔萨罗国的首都在舍卫城，啊，有时候叫舍卫国啊，其实就是舍卫城，这是他的首都，啊，在舍卫城。舍卫城有一间奇眼精舍，奇眼精舍，这个奇是指奇陀太子，奇陀太子的弟。然后有时候叫几树几孤独眼，奇眼精舍又叫做几树几，几树跟几孤独眼，
起诉跟己孤独远，己孤独远意思是己孤独长者，己孤独是他的外号，人家给他的一个外号，说他常常帮助一些贫穷困苦的人，叫己孤独。其实他的名字叫做须达多，他的名字其实叫须达多，须达多长者。啊，长者是指大富长者啊，比较有钱的人呐、啊，啊，善良的啊，就是常常帮助别人的啊，须达多长者。那他一般简称叫做祇园精舍，有时候叫做己宿己孤独园。啊，其实是这样。那这个祇是指祇陀，宿是祇陀太子给的，园是己孤独长者买的啊，所以后来简称叫祇园精舍。啊，简称叫祇园精舍啊，这个祇是指祇陀。啊，己孤独就是须达多啊，祇陀，祇陀是太子，啊，祇陀是太子，是乔萨罗国啊，那个国王是波斯匿啊，这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国王是波斯匿王，波斯匿，这两个地方离很远哦，啊，这个离释迦佛的祖国迦毗罗卫国比较近，这个离比较远啊。这两个在印度这两边哦，啊，有一点像从如果台湾的话，有一点像是从屏东到台北哦，啊，就比较远。那国王就是国王是波斯匿，啊，这个应该大家都比较熟了啊。如果你学佛的话，常常会听见。王后是茉莉，啊，茉莉夫人，啊，他们有一个女儿叫圣曼啊，也很有名，啊，那各都出了一个不孝子。啊，他有一个阿者四王，啊，这里有一个琉璃王，啊，那阿者四王帮助提婆达多，啊，那么让提婆达多这个破和合身，啊，那但是他后来又帮助大迦摄结集经典，将功赎罪，那琉璃王屠杀释迦族，啊，那所以虽然大护法，但一样啊，一样都后来都就是他这个就叫做无常啊。那这个我们先稍微了解一下。好，那这里讲到啊，开始我们来看，他说在舍卫国精舍中，舍卫国不是只有这间精舍，那么舍卫国在这个舍卫城东边还有一间东园精舍，另外有一间东园精舍也蛮有名的啊，还有一间东园精舍就在这个舍卫城的东边，这个是在市中心啊，东园精舍，所以它叫东园精舍。那么一般来讲，他说舍卫城精舍中，应该就是指祇园精舍了，应该他不基本上就是指祇园精舍。好，那他说为诸天人龙鬼说法，好，那通常都是为人说法了，但是很多时候天人会下来听，那么龙跟鬼会不会来听呢？不一定。佛陀也曾经为龙为鬼说法过啊，但是我们说三恶道的龙跟鬼都是属于三恶道哦，龙是畜生道啊，但是龙是畜生道里面福报比较大的，而且有威德力的啊，那鬼的话恶鬼是占多数，鬼里面恶鬼占多数啊，那基本上这个基本上叫做天龙八部啦。就是佛说法的时候有天龙八部了啊，那恶鬼基本上是没有能力的哦，没有能力的啊，就是他也听不到佛法，听到佛法也没有能力修行，没有能力修行啊，就是那个善根不具足啊。那这里啊说为诸天人龙鬼说法，好，那其实是。应该是佛在祇园精舍说法，那么天龙八部都下来听啊，主要是这样啊。那鬼是指夜叉这一种比较大力鬼的啊。那么有时候我们像这个四大天王统领的这些天兵天将，很多都是属于夜叉。那么一般我们说的神都天神呢、啊，他也有时候比较算是。鬼类的一种，但是真正的鬼基本上就是恶鬼，一般以恶鬼为多。
那像我们民间拜的那一些城隍啊、土地公啊，啊，基本上这个都是属于鬼道的，属于鬼道的哦，啊，但是它是比较有力量的。像土地公要分，还要分啊，有些有福报，有些没有，不一定。啊，好，他说这个时候国王啊，国王啊，那么波斯匿啊，你看这个乔萨罗国舍卫城的就是波斯匿王啊，波斯匿王王，他的皇后是茉莉夫人啊，那太子是齐陀啊，另外有一个啊是琉璃比琉璃啊，波斯匿大夫人啊，波斯匿的大夫人就是波斯匿王的母亲啊，啊，波斯匿王的母亲啊，年过九十，触得重病啊。那么有一另外一本经叫《出药经》，他说这个波斯匿王的母后啊的妈妈是120岁，那这一本经里面啊是说90岁。那么90岁的时候，年纪大了，老了啊，怎么样啊？就是寿命尽了嘛，要死了啦啊，所以就得到病，得到重病啊。忽然间啊，这个猝是猝不及防的猝啊，就是忽然间得到重病。医药啊，这个字就是医药往向，医药往差啊，这个差是菜。啊，其实就是啊，一般都会再加一个床字边的、啊，就是没有办法医治了 啊，这病好叫做菜啊。那么他说，波斯匿王的妈妈啊，忽然间90岁，年纪大了，那就得了病了啊，器官都衰老了，衰竭了啊，那得了重病，那请了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都没有办法好啊，都没有办法好，那么没有多久就死掉了，遂变上王啊，那王即国臣啊，这国王当然死了就把他举行葬礼嘛，那印度比较好的葬礼都是火葬，那一般人没有火葬的。火葬完，然后送到恒河旁边啊，骨灰撒在恒河里面啊，这个在恒河旁边烧啊，然后举行仪式，然后骨灰就是在恒河里面啊。印度人是这样子的，那一般的人就没有，一般的人就抬到那个森林里面啊，让他自己死火化，他们没有埋的哦。那我们大部分都土葬啊，他们是叫做天葬跟火葬啊，天葬就是。把它放到森林里面给动物吃了，让它慢慢腐烂这样，啊，那西藏的天葬又不一样啊，那它就放到森林里面啊，就让它慢慢烂掉，慢慢烂掉。所以有一些比丘会到那个专门放尸体的森林里面去修不净观啊，那现在应该比较没有这样的了啊，过去都是这样，那多数都是火葬，用火烧，烧一烧之后骨灰比较好的就撒在恒河里面啊，所以他们就是他说。啊，王及国臣如法葬送，千神坟墓。这个是照，因为翻到中国来，啊，中国以前没有人用烧的，用烧的又觉得大不孝，都是用什么？用土葬的，然后有棺材，啊，然后放在棺材里面。然后这里写的坟墓，基本上是照中国的意思来讲的，因为他翻给中国人看嘛，啊，他翻给中国人看，啊，其实印度是没有用坟墓的，啊，没有。但是它有塔，塔是烧完了之后，那个骨灰另外用塔啊，比较有修行的人，或是比较这个比较值得尊敬的人啊，他会把那个骨灰收起来建塔，但是他没有用坟墓啊。那所以这里说的千神坟墓，主要是就中国了，其实就是为他举行葬礼了啊。